个朋友做狗粮进出口生意，他想问啊，因为狗粮本身不是素食，因为让狗吃素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做这样的生意，如果不是生肉，只是干粮，会带来杀业吗？应该说没那么直接的杀业，实际上呢，就是说，因为狗呢，它是吃荤的嘛，所以它一般动物它就是下三道的，跟人是不一样，人有觉悟嘛，所以三善道它是属于下三道不好的，所以狗呢吃这种肉食啊，像那种啊荤腥啊，这个mix 一起啦，这弄在一起的，像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太好，但是呢，一般的来讲不会有太大的业障，只是你经常念往生咒，你就会慢慢消除。你眼睛看不见的，像这种是直接人家做的，你只是进口弄，就这个东西，好一点是吧？不是直接杀生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。